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啦。现在我要教大家家居的小贴士。所以在这段几个星期的这个行动限制管制令下呢，辛苦大家了哈、哦。那么尤其是我们尊贵的先生男士、好爸爸以及人夫，你们没办法出去，只能够待在家里帮忙做什么呢？就是洗洗刷刷啦，还有老婆煮完菜了之后呢，要清理一些细细毛毛叠叠啦，还有要清理这个瓦斯炉呢。那么在以前呢，如果是太太煮完菜之后呢，通常她都会喊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嘎嘎，嘎嘎就来帮搞定了。可是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喊谁呢？就是老公，不是哆啦 A 梦那个老公，因为 OK， 因为现实是不一样的 OK。那么现在你们只能够来帮忙清理，但是以前的我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就是老婆煮完的残留物呢，比如说那些油鸡污垢呢，我是绝对就是拔腿就跑了。可是现在自从我用了爱多美的产品之后呢，这些对我来说我已经不再恐惧了，反而我非常喜欢去清理，尤其是这个油鸡充满油鸡的这个瓦斯炉。那么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一分钟不到就可以搞定这个东西了，这个地方了。那么首先我们当然是要有我们的爱多美的 Dish Detergent 啦，就是这个洗碗液的。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么多，因为它是非常浓缩的哦，我们一定要掺水。那么我会怎么做呢？我就用这一个啦，教大家啦。我用我们这个 Body Cleanser 的空瓶，就是我们的洗身体液的空瓶用完了，空瓶来放一瓶盖的这个 Dish Detergent， 然后跟着掺满水它，然后把它可能靠一靠它，然后就可以用了。好，跟着我们需要用我们这个爱多美 Scrubber， 这是个海绵，我非常喜欢这个海绵，因为非常清洁力非常高，吸水高了的耐用，而且它的形状我非常喜欢，容易握 ，OK， 握住它，而且它是海浪的形状，还有它出面的画面，洗不同的餐具。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来，我来教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喷一轮这个掺了水的这个爱多美的 Dish Detergent， 跟着我们用这个抹一轮它，让它均匀的全部表面都有这个我们 Dish Detergent， OK， 好了，跟着我们用个干净的布， OK， 干净的布，或者是你可以用你们的 kitchen roll 那个纸张都可以。好了，大家可以过来看，是不是已经干净清洁了 ？OK。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弄湿你们的布，也可以再抹多一轮的，一根干净，你自己看，已经是非常干净了。好，老婆可以过来check一下你的瓦斯炉了，非常干净了。好了，就这样子了。这几个星期，先生、男士们，你们可以在家里练习练习一下。好，谢谢大家，拜拜。